师妹啊，师妹，都怨我，都怨我，二丫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让你死。他们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，壮烈殉国，英勇牺牲。他们的精神永存，他们的理想永存，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今天我们来悼念他们，就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拿起他们的枪，为中华民族而战，为中队长怎么样？倒是挺老实，整天在那儿坐着，他也不闹，也不吃不喝，看起来像在绝食。高桥先生，咱们今天把任何问题全放下，为了您的身体，您是否能啊随便交流一下，您不会拒绝吧？请便。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文化问题，高桥先生。你很勇敢，不怕死。勇敢，在汉语中，
洗脑，这是洗脑。我一定要杀中敌国，我一定要杀中敌国。队长，嗯，咋样？哎，顽固不化。那让咱截他干啥呀？还留着他干啥？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，别着急，凡事要慢慢来嘛。二娘，狗娃，我多给你们捎点盘缠，在路上给其他战友分点儿。那么多人在一起，挺好，不孤单。你们倒是热闹，把我一个人撂下了。二丫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咱定的事儿吗？你说过长大陪我一起闯江湖，生孩子，让我心疼你一辈子。可你咋说话不算话呀？二丫，我想你。罗副队长，哎，这鬼子咋样了？不咋样，又臭又硬，不吃饭。拿鞭子抽他两下就踏实了。哎，罗副队长，您呐入伍晚，咱八路军优待俘虏，没鞭子那一说。我们杂耍行训猴子，全得靠抽他。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！侯队长，让我过来，瞅瞅他。瞅他干啥呀？啊，侯队长让我瞅瞅，能不能把他给训过来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，你可不能违反纪律。好歹咱现在是八路，纪律最重要，我知道。不过这想训猴啊，刚开始要不给他抽服了，往后他可不听咱的。真的？你有这本事？那是我的绝活，人多可不行，你不能进去。啊，我知道你们讲究那个，外人不传艺，对吧？哎，
冷大哥，来，杀了我！这杀我！杀我！松开！松开！大哥，你，龙大哥，走，走！哎，你们不要走，快点杀我呀！杀死我呀！将军阁下，一路辛苦了。您请讲。江河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定城，再由定国先火转嫁的转列遭遇八路军袭击，高桥教授下落不明，所幸杨炳和佩凡尚在，属下已安排巡查，不会延误皇军的作战使用。释放西屋。清闲，请徐军军过来陪我喝杯酒，多谢了。属下，快步赶到。徐军军已经是我器重的帝国英才，可惜田园难合。徐军军的才艺难得施展，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技不如农。唯能让徐军军的大才得以展示，结果先表歉意。将军这么说，令石井羞愧万分，是石井无能，连累了将军的心愿无法实现，以致使我帝国大业遭受重创，石井该死。徐军军，千万不要这样说。经过一系列的战量，我认为花样般的技能。确实在大河班之上。如今，他们投靠了八路，更是六合天意。以后你们要千万小心，要以训练部为重点，绝不可轻易离开，更不能贸然出击。将军，华勇班和龙战海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我们的失败。之前是因为过分轻敌，而此次是在于地形不熟，增援不利。但是将军阁下请放心，石井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个民族啊，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他们看似内敛懦弱，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
撼动不了的金线，五千年生生不息。什么精神？我不明白，但清清楚楚的能感觉到，也许这就像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写的那样，善心者无则吉吧。将军这么说，可能是您还没有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这更是石井羞愧万分。但是将军，石井还是请求您收回请辞，继续领导我们完成大业吧，拜托。发出去的电报怎么能够收回呢？或许换一个人盯着电视工程更能收到长哨。可是将军，谢军军，不要劝了，我与老许正在手转，以后电视工程就多多拜托了。将军，我的电视，我的电视工厂，我的祖国。再见，东条将军。再见。云生，请你把真相告诉我，将军真的平安无事吗？中毒不深，短时间就会康复的。辛苦了。我们的占领区不是每天都在扩大吗？天使工程不也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了吗？将军，大敌当前，战功未获，你一走了之，这让石井何以自处啊？尤其是这儿非常重要，记下了吗？报告，进来。好，你去吧。司令员，郑国同志，任务紧急。什么任务？来，到这边来。来，坐。上次你们成功的截获了敌人的毒气专家，很好。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计划。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，敌人为防止我们的袭击，已秘密将设在保定城内的实验室迁移到了仙人铺。你的任务是迅速带领精干人员，设法摸清鬼子实验室是否确切地迁到了仙人铺内。怎么样？
请司令员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师姐，你真漂亮。你瞎说。真的，我没瞎说。你看起来像个新娘子。新娘子？哪有光着腿的新娘子？怎么没有啊？以前我跟爷爷走村撂调的时候，到成亲的家里，晚上去听房，就瞅见过光膀子的新娘子。我叫你胡说！我叫你胡说！我没瞎说，真的。冯姑，冯姑，出来吃西瓜。我弄了个西瓜，哎，刚正好，又凉又甜。这个，人家老乡送个瓜，我打了一盆水，我心想赶紧给。大师兄。你咋这表情啊？是不是太难看了？不难看，不难看。我还想着这哪来的仙女下凡了这？哎呀，你怎么现在学的跟大宝一样的油嘴滑舌的？这还是我娘生前的时候做的，我寻思着这辈子我都穿不上了。哎，我今天突然就给翻出来了。那我就穿上试试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你穿上这身啊，比仙女还漂亮呢。真的。哎，你说，我们这老刘家的祖宗是积啥得了呀？让我这辈子娶了个这么尊的媳妇儿啊！大师兄，咱俩成亲的事儿咋了？说。要不拉倒得了。你真是的。哎呀，
你瞎说啥呀？这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咋就能不算数呢？这是你爹定的呀。是我爹定的，没错。可是，自打我当了八路军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我爹做的主，我也能反悔。反悔？那八路军教你反悔？哎呀，不是，谁让你不总去上课了？那上回就讲了，男女平等，女人也是人，女人想嫁给谁，可以自个儿做主的。还说了，解放得从自个儿开始，自个儿都不解放，杀多少小鬼子，那都是落后分子。你想咋解放？我想自由恋爱。哎呦，我的个祖宗！你这是要变天呐？啊，你没出阁的大闺女，你还要自由，还乱爱，你咋好意思说出口呢？你？那我就要试一试。大师兄，你对我好，我知道，这些我全都明白。可是那个感觉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不管啥时候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亲兄妹。那既然是亲兄妹，那就不能成亲，我就不能当你的媳妇儿。那咋的？那你还一辈子不成亲了？嫁呀，为啥不嫁？那你想嫁给谁啊？龙大海，我喜欢他，我要当他的媳妇儿。龙战海，啊！我早就看他跟你眉来眼去的，没安好心。我。对不起，龙振海，你他娘的不是好东西！你疯了你！嘴巴放干净点啊！我咋惹你了？我不干净，你干那事干净了？干啥事儿？你装傻！就是你勾引风姑的事儿。什么？你弄得他现在连他爹的话都不听了，满嘴什么平等、自由，还有那啥？那啥？刘奎，自由恋爱，男女平等，这是学习课上讲的，这事谁也管不了谁。再说了，他要解放，关我啥事儿啊？你冲我撒什么火啊？你听听啊，还自由平等，还乱爱，你们连词儿都一样一样的。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，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，不是你勾引他？他真这么说的？我亲耳听见的。刘奎啊，自由恋爱，自由是自由，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他一个人咋呼，定啥事儿？你啥意思？你把他当块宝，可我没瞧上他。你瞧瞧你还瞧不上凤姑？咋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瞧不上他？你想让我瞧上他是不是？不，那个瞧不上好，瞧不上好，说定了，瞧不上啊！哎，干啥？你还反悔了？咱俩说的话甭跟他说啊！凭啥不说？我就得说，要不然他心里边还惦记着你呢。喂！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，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？你把他当快宝，我可没瞧上他。真的娘送！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。凤姑，凤姑。我打探过了，你不是说你要嫁给龙振海吗？人家根本不稀罕娶你。
你说啥？我问过了，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是有那个啥自由乱爱那么一说，可他要的是自由，他不想乱爱。你呀，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你说啥？我是剃头挑子？那没错啊，那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啊。哎、行了行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。我不能不说，我跟你说。我开始打人了，我。我这，干啥呀你？你有话好好说呀！啊，你别动手啊你！我这，你干啥呀你？啊，罗振海，你跟刘坤说什么呀你？你说呀！我没说啥。你说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。我那是。好啊，看样子你还真说了你。再用力。力道太小了，再来。我用不着你教。再用力。你不是爷们，依旧，我走了。大师兄，你还是跟师姐说一声吧。说啥呀？她心里边有别人了，我还有啥脸待在这儿？你说是龙振海？除了他还有谁？不过这事儿不怪龙振海。是你凤姑姐变了心。女人就是变来变去，
说不准，那天又变回来了。行，你也别劝我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能看得出来。你凤姑姐从来就没喜欢过我，我这一走，正好给她腾地儿了。 人前人后也抹不开面儿。大师兄，你不倒八路了。下了山我一样打鬼子。等我找着石井，把咱那银碗给抢回来。赶跑了鬼子以后，我还回来，把咱们花运班给挑起来。到时候，我孙尼就头一个去找你。 行，我该走了。你给咱们花运班的人带个话，就说我刘奎哪怕走到天边，我心里边也想着他们。大师兄。 走了。